先生，我是赵天宇，我请问一下，我是关心这个交通的问题。那个现在在开那个中间，请问一下，请问那个杜阿吉哈，中间那条路95年说要开几米？11米啊，他现在11米是怎么样？是那水沟中间是11米还是怎么样？应该是含水沟。含水沟。请问一下，我今天有去量很多居民都有讲说，开那个路是不是要开那个水沟呢？还是大路呢？那么小。其实我说，哎呦，看起来是跟那个林口街哈，那林口街那个是11米嘛，三十八巷。我去量的话哈，其实那个水沟里面哈，多少呢？四米八啊，那含两个水沟呢，6米35公分，安尼是偌济，包括那个水沟呢，只有6米35公分，啊，那个水沟里面呢，量起来差不多4米8，无到5米，真小，对无？行啦，即马是啊，头刚减了。我是关心这个以后的道路哦，交通的方便啊。其实那个路要开大一点，你以后目睭吼爱看较远的，你若开花落吼，以后连草车也是很多，知道吗？你说有11米吗？骗人！我想先确定一下，您所说的那个计划道路的位置是在哪个地方？那个，对呀、啊，那个开辟啊，现在在开辟啊，水沟已经做快要好了。对，那水沟和水沟中间总共合起来只有6米。无。水沟啊，对啊，两边水沟呢、啊，只有里面哦，那个水沟哈、哦，量起来只有4米8，那就讲以后还那一条路尔啦。这个我会跟新光处在求证啊，这个部分我想，一计划道路开辟是新光处的责任的、啊，这个部分他应该没有问题。其实我们里长跟这个那个议员也是很关心啊，但是你是为什么这个没有去关心呢？奇怪呢？为什么？我们这个李林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管到我们会去了解。谢谢你告诉我们。对呀、啊，这差太多了，差太多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、OK。看人，看人那边吃贵。对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袂使，绝对袂使，绝对袂使，真正袂使，对。